中山东路走九遍，后面是怎么什么东西？你要帮我接、啊？太高了，太高！小死在赚情人戏，跟老公不同，和动力火车合唱当打出球。就像没缺你一样，好听哦，类似的。再来呀、啊！歌词忘了。小死担任动力火车新歌催眠的 MV 女主角，饰演痴狂迷恋男主角的恐怖病患和日记男性福地右介有不少情欲戏。我一看我真的觉得 Bravo， 我怎么那么会演戏啊？再加油演练一下。怎么跟谁演练啊？老公而且跟老公跟其他的男人一定是不一样的、啊、老公是固定的哦，真的真的然后固定赶快来找我好不好，我任何角色都可以演，我不是只能演情欲，我也可以演卖面的就是少妇或者是阿婆阿婆我也愿意挑战啊。会想要跟 S 姐演一段吗？我是不太想了，我很想了，因为我们都已经，你想哪一段？我拿到捅你脖子那段我是可以的，那你呢？演戏就算了啦，我真的是没办法。还好你有自知之明，是是，像唱歌我就唱不过你啊。中山东路走九遍，后面是怎么什么东西？你要帮我接、啊？太高了，太高。脚底下踏着曾经，我可以这样 key 吗？中山东，哎、欸，没有这中山东路，没关系。中山东路走九遍，脚底下踏着曾经你我的点点。还有那个当，那首歌太低了，太低了。我跟你讲，差不多一个 key。未来有机会演唱未来。要看他们，他们那么拽。对，阿妹啊，阿妹，我们请的都是小牌的啦。阿妹啊，姐姐啊，哎呦，不是姐姐，姐姐。姐姐谁的姐姐呀、啊？你说像谢金燕吗？叫我姐姐，JJ 是不是？对。你就讲下一场呢？好，下一场可能就可以邀请你。这样你一直放在小巨蛋吗？我只上小巨蛋。